小雨教教大家肉肉是怎么吃的。对，这样吃不香，事儿太多。对对对，得有吨吨吨吨的感觉。无实物教学他们肯定学不会，你得吃给他们看。这个惠灵顿牛排，因为他们特别爱吃，所以我又给他们囤了这么多。看看它的配料表，全是新鲜食材，没有任何添加，吃吧，都是肉啊、蔬菜、胡萝卜，好香啊！给妈妈吃好吧。木宝宝好大方，它是英国柏林大学动物营养研究院的配方，有七种口味：鸡肉、鸭肉、鱼肉、兔肉、鹿肉、马肉、牛肉。想要给狗狗改善胃口，和饭也非常棒哦。真不错。